欢迎回来。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在今天审查通过中视中天高层人事变更案，但是也附带提出了七大行政处分，包括了中视总经理不得兼任中天董事长，以及必须要设立独立董事。旺旺中视集团随即发表了声明，质疑 NCC 的要求皆无法律依据，有违法滥权之嫌。审查了很久的中天中视董监事变更案 ，NCC 终于过关。委员会决议，本案以副主管方式通过董事长、董事及监察人等人事变更案。虽然中天中视高层人事的变更案 ，NCC 原则上同意，不过也给两家电视台各七项的行政处分。中天电视股份有限公司是法人董事监察人代表，其兼任中国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监察人者，应于三个月内变更之，不得兼任。中天电视股份有限公司应于一年内设置至少一名独立董事。中天电视股份有限公司应在三个月内成立伦理委员会，且每三个月定期在网站公布委员会对节目内容自律之报告。NCC 决议的七项行政处分用来规范两家电视台，不过法源依据在哪里呢？法律方面并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规范情况之下，本会才会考虑这样一个副主管方式来做这样的一个裁处。当事人当然他有权利来提出诉愿或者甚至诉讼的啊。不是开第一枪，只是刚刚讲说台湾目前为止还没有碰过这样的案例，我们会很快的积极修法。连 NCC 都知道目前对中天中视的行政处分没有法源可以依循，针对 NCC 的决议，旺旺中视媒体集团发出声明稿，保证100%都是自有资金，绝对没有一分毫为中资，若所附的条件为针对性的旺旺条款，我们一概不能接受。 NCC 在毫无法源依据之下对中视中天所强加之附带条件，显然已经违法滥权。我们要声明的是，若因 NCC 今天所做的决议造成中视中天股东权益的损害，概由 NCC 全体委员来负责。旺旺中视集团强调，是基于爱台湾，希望为台湾社会带来一股引导向上的力量，才投入媒体。面对 NCC 的决议，集团不排除采取任何可能的法律途径。中央新闻刘杰、刘玉桥台北报道。